Jeff 需要。需要，嘿嘿嘿嘿，原来是个傻子啊！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不回家啊？我问了也白问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。你是不是饿了？你吃了吧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吃完了就赶紧回家吧。忘了都啥了？你揍死你信不信？哎，丽丽，你到家了吗？嗯，我马上就要到了。你家门口的傻子还在吧？你自己可要小心点。门口哪个傻子？他不打人也不骂人的。万一他对你有什么图谋，你可就惨了。哎呀，不可能吧？你可别吓我啊！反正你自己小心点，有什么事就给我们打电话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徐亚，干什么呢？你个傻子，你干什么啊？我的银行卡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张卡是你在这里捡到的？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谢谢你啊。
虽然你有点傻，但是你人挺好的。这个给你。嗯，嘿，这件衣服也给你。等我上网上看一下，帮你找一下你的父母。你老在我们家门口待着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一会儿把衣服也穿上吧，别冻感冒了。那我就先进去休息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这人上哪儿去了？还不接电话了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老婆。老婆，你看，这也快过年了，我要带你出去买几身衣服吧。老公，过年你不回去看看咱妈吗？他们年纪都大了，总盼着我们回去呢。对了，老公，过几天就是咱妈的生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说吧，我差点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我真是糊涂了我。那行吧，老公，等你忙完这几天，咱们就回去看看咱妈。行，老婆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困难、最苦的时候，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。老公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咱们现在的家业不都是靠你一个人打拼下来的吗？那行，我去接壮壮放学了。行，去吧。老公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你忘了今天咱们要回去看咱妈的吗？老婆，我刚才给咱妈打过电话了，咱妈说等咱们忙完了以后再回去。老公，如果咱们不回去的话，不就剩下咱妈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吗？咱妈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啊，她正在隔壁邻居家吃饭呢。我听着还挺热闹的。行吧，那这样，我给咱妈转个钱吧。老婆，用我的手机转吧，我手机上有钱。嗯，行吧。妈，原谅儿子的不孝，因为公司实在是太忙了，我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老公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老婆。
老公，喝水。谢谢老婆。老公。嗯。你看，咱妈又把钱给咱退回来了。儿子，给我钱干什么呀？妈在家里面也用不到什么钱，你把这钱呢给爷爷还有孩子用吧。这些年苦了爷爷了，有空你就回去看看你岳父。妈这一切都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要注意身体。等这段时间忙完了，我就放几天假，去看看陆丈人。老婆，要不咱明天就回去看看咱妈吧。嗯，咱们明天就回去。